孝经 PG 一，孝经开宗明义章，开宗明义章。仲尼居曾子事子曰：先忘有志德要道，以顺天下民用，和睦上下，无怨辱之之乎？曾子必席曰：餐不敏，何足以知？之子曰：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身也。父作无与汝身体法，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之忠也。夫孝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大雅，于无念而祖欲修觉德。天子章，天子章。子曰：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爱敬敬于事亲而得教，家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。夫行云一人有庆，赵明赖之。诸侯章，诸侯章。在上不骄高而不为志节，谨度满而不逸，高而不为所以长守，贵也满而不逸所以长守，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。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，盖诸侯之孝也。诗云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卿大夫章，卿大夫章。非先忘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忘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忘之德行不敢行，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。口无则言，身无则行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。三者备矣，然后能守其宗庙，盖卿大夫之孝也。诗云：夙夜匪懈以事一人。是章，是章。资于是父以事母而爱同，资于是父以事君而敬同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故以孝事君则忠矣。 PG 二，敬事长则顺忠，顺不失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诗云：夙兴夜寐，无忝而所生。庶人章，庶人章。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，谓之有也。三才章，三才章。曾子曰：圣哉孝之大也。子曰：夫孝天之经也，德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而民事，则之则天之民，因地之利矣。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其政不言而治，先望见教之可以化民也。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，莫以其亲臣之愚得意而民心行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，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，视之以好恶而民之敬。诗云：赫赫，施以民具而瞻。孝至章，孝至章。子曰：习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，难乎？故得万国之欢心，以示其先忘治国者不敢侮于寡而况于市民乎？故得百姓之欢心，以示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？故得人之欢心，以示其亲夫。然故生则亲安之计，则鬼享之事，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诗云：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顺治章，顺治章。曾子曰：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？子曰：天地之信人为贵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，孝莫大于言，父言父莫大于配。
天则周公其人也习者，周公交祀后继以配天宗，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，又何以家于孝夫故亲身之膝下以养父母，日言圣人因言以教敬，因亲以教爱，圣人之教不素而成其正，不言而至其所因者，本也父子之道，天性也君臣之义也，父母生之序，莫大焉君亲临之后，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备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备礼。以顺则逆，民无则焉，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，德虽德。 PG 三，知君子不贵也，君子则不然，言思可道，行思可乐，得亦可尊，做事可法容，止可观，进退可度，以临其民，是以其民为而爱之，则而向之，不能成其德，教而行其政，令师云书人，君子其一不推。绩效行章，绩效行章。子曰：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治其敬，养则治其乐，病则治其忧，丧则治其哀，祭则治其言，五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事。亲者居上不骄，位下不乱，在丑不争；居上而骄则亡，位下而乱则行，在丑而争则兵。三者不除，虽日用三生之养，犹未不孝也。五行章，五行章。子曰：五行之属三千而罪，莫大于不孝。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，无法非孝者，无亲此大乱之道也。广要道章，广要道章。子曰：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；教民礼顺，莫善于悌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礼者敬而已，以故敬其父则子，越敬其兄则弟，越敬其君则臣，越敬一人而千万人，越所敬者寡而越者众，此之谓要道也。广治德章，广治德章。子曰：君子之教以孝也，非家治而日见之也；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；教以诚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诗云：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，非至德，其孰能顺民？如此，其大者乎？广阳明章，广阳明章。子曰：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疑于君事；兄悌故顺可疑于常居家礼；故智可疑于官事，以行成于内而名利于后。是以见正章，见正章。 PG 四。曾子曰：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，则闻命以感问子从父之令，可谓孝乎？子曰：是何言语？是何言语？习者天子有真诚，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；诸侯有真诚，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；大夫有真诚，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；事有真有则身虽不离于令，民富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；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，又焉得谓孝乎？感应章，感应章。子曰：习者明王，是父孝不使天民，是母孝不使的察长幼顺，故上下至天地，明察神明章以故虽天子必有尊也。言有父也必有先也，言有兄也宗庙至敬不忘亲也，修身慎行恐辱先也，宗庙至敬鬼神者以孝悌之志通于神
明光于四海，我所不通师云，自西自东自南自北，无私不服。是君章，是君章。子曰，君子之事上也，进思进中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。诗云，心乎爱以暇，不畏以忠心，藏之何日忘之。丧亲章，丧亲章。子曰，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以礼，无容颜，不闻福美，不安闻乐，不乐食止，不甘此哀戚之情也。三日而食，教民无已。此伤身毁不灭性，此圣人之政也。丧不过三年，是民有终也。谓之棺椁衣衾而举之，成其腐诡而哀戚之痞永哭。弃哀以送之，补其宅照而安错之，谓之宗庙以鬼享之，春秋祭祀以食思之，生是爱尽，死是哀戚，生民之本尽矣。此生之义备矣，孝子之事亲忠矣。孝经中。